画面上的这两个队员都是本场比赛值得重点关注的对象，他们的发挥对比赛的结果会产生重要影响啊！一切精彩尽在 EATV。我是王涛，坐在我身边的是老朋友苏东。今天的比赛就由我们俩为大家解说。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这场八进四的对决，对阵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英格兰女足。淘汰赛啊，总是令人兴奋的，不知道今天谁进四强，谁又会成为看客呢？唐佳丽，他们会后悔啊，没有把握住那样的机会了。确实是很好的机会，他们也确实没有把握住啊。亚历克斯·格林伍德，这是一次非常及时的拦截，这次传球如果顺利到位的话，就会造成很大的威胁啊。在对方腹地抢到了球，发起进攻，科比来了，边裁举旗了，示意这球越位，我差点没看出来啊。没人能阻止科比吗？该取得领先了吧？好的，没有任何悬念，破门得分。进球的回放来了，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。随后的这一脚打门也是力量感十足啊，看得人热血沸腾。僵局被打破，目前比分1-0。队友在积极跑位，看看这个球会怎么处理呢？这次进攻本来可以成功，没想到啊，对手破坏掉了。弗兰科比，这球非常诡异的直接传到了对方脚下。唐佳丽，这球没传好啊，第一落点被对方抢到。凯利，球直接带出了界外，对方的逼抢很有效。王霜，王霜一脚铲球把球抢了回来，对方的进攻就此作罢。看看这次传中，这脚打得太高了。鲁西·布隆泽，凯蒂·泽勒姆，凯蒂传到禁区，给了个提前量，可惜传到了门将的控制范围，被门将得到了。王霜，传中找队友，漂亮的扑救。球开到了禁区中间，不是很有威胁。皮球稍稍偏出球门，这守门员吓了一身尿啊！看得出来，他们急切的想尽快的扳平比分，啊，毕竟他们的目标不是平，而是拿下这场比赛。是的。
凯蒂泽勒姆，啊，传偏了一点，出界了，接外球。支援进攻的队友已经到位了，双妹子往上拿球，裁判哨音响起，犯规了。看起来啊，这次裁判没有要掏牌的意思，只是口头警告。但是下一次可就真的很难说了。嗯，门将把这脚任意球拿下了，没有给对方第二次机会。弗兰科比，哎，球在线内，没有出界。他们就是在这种娴熟的传递中寻找机会。唐佳丽、娄佳慧，好球，抢到球了。瑞秋达利，科比来了，看起来可以自己突破了。守门员如临大敌，没想到啊，却是对面送了个大礼。直接传到防线背后，好机会，越位了，太可惜了，很有威胁的一次进攻。传和跑的节奏没有对上，跑得太心急了。嗯，带球直奔对方球门而去，看看这脚传中的质量。前场压迫有效果了，断球了，直接起脚了，哎呦，打高了一点点。裁判示意犯规在先。这个射门的距离非常的远，这种球几乎就是打着玩啊。哎呀，只高出横梁一点点啊。这球可不是这么带的啊。一脚横传到禁区里，队友已经跟上来了，这个球被防守队员及时破坏了。反击的时候到了，看看他们如何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。这波传球啊，很有水平啊，这球对门将无法构成威胁，他轻松地把球抱住了。还要再补时两分钟，王双能把比分追平吗？这也能扑出去的吗？这个门将无敌了。对手现在很疑惑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击败这个门将呢？就是啊，角球开向了禁区中央，没能解围出去。这是一脚超远距离的重炮，但是这个距离上基本上很难进球啊。一声哨响，上半场比赛结束。经过短暂的中场休息，双方已经继续在奥林匹克球场展开下半场的争夺。得出了边线接外球，王珊珊后卫拦截了这次传中，对手也被影响了。瑞秋达利、弗兰科比、亨普进攻到了前场，这次抢断时机卡得非常精准啊，打穿了对手的防线，好机会要把握住啊。双方再次站上同一起跑线，
看一下回放，这样的反击战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！最后这脚推射更是让人赏心悦目，比分被扳平成了1-1。张鑫直接选择凌空打门，没有对门将造成太大的威胁。鲁西布隆泽，弗兰科比，现在就是反击的大好机会啊！这一脚啊，有可能把自己铲出场啊！他拿到红牌，要被驱逐出场了。啊，比分虽然是平局，但人数却不再是平局了。漂亮，领先优势又回到了他们这边。球传过来的时候，他必须奋力抢点，做得很棒，真漂亮。目前的比分是2-1。长传将球转移到另一边，王珊珊漂亮的 Tiki Taka， 观众们看的是目不转睛啊。犯规了，裁判给了他们一个任意球，他们决定现在做出换人调整。彭普失去了球权，裁判示意犯规在先。张睿，唐佳丽，机会唾手可得了，进攻球员错失了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啊！反击的机会来了，只要拿到就是机会啊！接到了传球，好机会，球进了，分差扩大到了2个球。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，拿到球之后整个由守转攻的过程非常流畅，最后他们选择了推射，脚法控制的恰到好处。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-1。唐佳丽成功带球突破防守，太棒了。王霜想要和对手重回同一起跑线，就得再进一球。回放来了，看看他的跑位多么的机敏，他总是能够出现在最关键的位置，然后把球送进球门。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-2。比赛时间20分钟倒计时开始，双方对抗很激烈，球已经出界了。我不得不说啊，这波传球非常漂亮，坎布隆泽的了，好球！现在他们2球领先了。这脚直塞球值得我们通过回放一看再看，最后来了一脚精彩的推射，球在空中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直飞网窝。双方目前战成了4-2。张睿，王霜成功找到队友了，刘佳慧
他努力的把球从对方脚下铲回来啊。在防守的时候使用这样的滑铲动作是非常有讲究的，掌握不好的话很容易吃牌啊。他的处境不妙啊，还好这次只是一张黄牌，侥幸逃过一劫。但是已经有人被罚下了，现在如果再罚下一个人的话，他们就更加艰难了。对呀、啊，科比这直塞球落点不错啊，球拿到了，能创造出威胁吗？哦，又进了一次完美的表演，成功上演帽子戏法。双方分差已经拉得很开了，娄佳慧长传找队友，王珊珊进球的机会，击中横梁出界了。凯蒂·泽勒姆，露西·布隆泽又传给了布隆泽，防守不错，在自己后场把球抢断了。科比来了，科比又秀了一次脚法，门柱立功了，对手攻不过他这关啊。这个球啊，防守队员大意了，明显的机会，力量是足够了，就是偏得太远了。其实可以试试降低一点力量，兼顾一下精准度啊。场上有队员要被换下了，进球机会来了，破坏了对方的射门机会，解除了球门前面临的危机，反击的机会来了，看他的个人能力了，尝试打门，好机会，但是门将扼杀了对方的机会，将球没收。张鑫，王珊珊抢断成功，双方交换球权，比赛结束的时候。